今日份新成员，超大寄居蟹，这个太帅了，这个啊，也不过温过水，直接入缸。我相信寄居蟹的能力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多功能的宠物，它不浪费，养着的时候观赏性极佳，我觉得十分好看。哪天不想养了，我估计应该也能挺好吃啊。钻出来了，太漂亮了，这个色儿。来，哥们儿，吃个虾，长得胖胖的，然后咱们下锅哈，乖滚。完了，我是不是意图有点暴露早了？不吃你啊，哥们儿，开玩笑呢啊，多好看呢，你这来养着多好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不是不吃死食啊？他呀，那就来个活食儿。这种寄居蟹我打听了啊，异常的凶猛，而且我观察它的长相，你们看啊，它这个钳子贼大，而且它这个眼神，你乍看之下吧，好像挺呆的，像蜗牛的眼睛，但是你仔细看，就这个眼神暗藏杀机，再加上它这个巨大的钳子，攻击力爆表，后背还有壳，防御力满格。来，让你们看一下寄居蟹的凶残天花板，看着没，往前走了，要发起进攻了。半小时后，哥呀，半个点儿了，你那腿儿在那嘎达跑愣跑愣，半小时就没停过。我在这嘎达，我看你原地踏步看了半个点儿了，快前走走吧，行不行啊？你不仅眼睛像蜗牛，你怎么的腿脚也像蜗牛啊？算了，我还是帮帮你吧。我搁这嘎达举手机录半天了，真的。就你这个行进速度，我录你一回，我是肩周炎、颈椎病、腰腿疼痛全得犯。哎，这个攻击距离绝对可以了啊！那俩小蜗牛眼死死盯着螃蟹呢啊！准备，让你们看一下凶猛的寄居蟹是什么样子。哎，进攻了！就这大钳子，碰着就是个伤，刮着就是个死。哥呀，这咋还给藏壳里了呢？你那壳还是个两居室啊，就完了，拿不出来了，是俩人同居了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这上了一次推荐的寄居蟹凉了。哥呀，你凉就凉呗，你这怎么还出来凉来了呢？不是，你是个寄居蟹，你房子不要了，你不要了，你找个继承人，你继承一下你这房子，你咋说没就没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怎么的，连肉都烂没了是吗？不是，你才上了一回推荐页，我还想让你当个网红寄居蟹呢，你这还没享受你的蟹生就没了。算了，你这个房子我要了啊，我留着，我以后再养寄居蟹我给他。那里面那个是爪、啊、你整老半天你是蜕了个皮子吗？整明白了，蜕皮了。我瞅那爪那一瞬间，我以为他量完之后领悟了分身的技能呢，整半天就是蜕了个皮。你说我左下角链接游戏里面那异兽进化我都高兴，人游戏好歹登录就送30颗血蛋，还能自行孵化648种异兽，只要领取我专属礼包码加速升级进化，随意吞噬几个小怪就能无限进阶，人还有福利可以领呢。你呢，退个皮给我下一狙灵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寄居蟹有多大，一身红毛啊，看这大钳子。哎，你这钳子怎么是钝的呢？行了，这皮留了，闲没事的时候开个核桃啥的应该能用上。哎，对了，前两天跟你一块住二居室那螃蟹去哪了？那螃蟹是被你金乌藏娇了，还是被你金乌刺身了？哎，你抢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把注射器还我行不？自从我知道羽毛星吃浮游生物之后，我就不知道咋喂它了。这小子现在就是已经饿到自闭了，往日张牙舞爪的翩翩少年，此时已经抱成一团，在这儿委屈度日。还有这群平时就栽栽愣愣的倒立水母，此时就已经扁爬了，都不栽愣了，都死马当做活马医吧。我整了点丰年虾的幼虫，给羽毛星整点，再给倒立水母整点。其实吧，就是把这个玩意儿给它装到注射器里，然后往这个水母的这个触手上面喷，
啊，羽毛星也有触手，用来抓浮游生物的。刚才呢，我给他喷了一注射器的。之后我就发现这小子现在就是张牙舞爪，这是真是饿疯了，这是啊，偶尔就抓水里那个凤剑虾幼虫哎。行啊，养这么长时间可算吃食的，来那边躲，来你搁这边你再抓一抓。还有这寄居蟹，哎，哪有热闹哪到。我喂个羽毛星给你馋够呛，来给你来点，咱吃不了咱闻闻味儿是吧。哎呀、啊、真吃啊大哥。哎，你还真是横竖不挑食，你哎，你抢我注射器干啥呀，想吃自助餐呢？不是，你是真给我省心呢，你啊连喂都不用，你自己吃啊。你把那玩意儿给我来，你不会挤我帮你。哎，怎么还加人呢？你给我，我给你挤，还抢不过来了。行，你吃吧，给你了啊。塑料那玩意儿才顶饱呢，你吃啊，不够吃跟我吱声，我再给你整几个去，这玩意儿管够啊。这只寄居蟹现在正要换壳，为了等这个镜头，我足足等了三个点儿。40分钟前，我费尽心机的用一只虾头的味道把它勾引了出来，现在终于要正式换壳了。你那个壳的非得换的这么墨迹且隐秘吗？我等一会儿再来看你。接下来又到了每日三次的喂养时间，60度的水冲开鹦鹉奶粉，然后晾到36度左右，再用这个接了软橡皮管的注射器抽12毫升左右的鹦鹉奶粉，而且还必须得本人亲自喂，就这玩意儿谁喂他跟谁好，要不然跟你就不熟。真的？嗯，那我喂来。不是我的鸟，这个是我的鸟。你给我，我让他认识我，我得是我的了。我入股，我全股。真是的，喂个鸟也抢。这只鸟从小就是这么被喂大的，它会非常适应的去吞掉这个胶皮管，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奶粉直接打到它的胃里边。也不知道寄居蟹换完壳没，你说它都换壳了，我是不是也得换个手机壳？刚好我的新手机到了，嘿嘿，这就换上。你哪来的4房钱买手机？哎，这是我玩左下角游戏的周年任务领的，这游戏最近在做周年热推，完成指定任务就能14 Pro Max 闪送到家，任务简单有手就行，而且游戏爽感也是拉满，开局还神装起步呢。啥游戏还拿最新款来做福利、啊、我也试试。游戏大厂拿最新款搞活动不正常吗？那你从左下角底部链接下载就行，两三秒的事儿。从这儿进还有更多现金红包呢。你还没换完呢，俩壳贴的这么近，你怕丑啊？这什么寄居蟹居然还有羞耻心，你就不能光明正大让我换了，终于成功的让我拍着了一次的换壳。哼，还真有羞耻心。